我这个人简单直接，说话不会绕弯。严谨处事大家都知道，外面的人怎么说我不管。我最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。他一直都是你们心中那个光明磊落的严老板。我相信法律一定会还他个公道。 虽然现在咱们的店被查封了，但这只是暂时的，它一定会重开，而且会比以前更红火。我今儿来就是替严谨做个主，尊重大家的意见。信他的留下，我们一起等他回来，把三分之一重新开起来。想走的我也不强留。 但是与严谨有关的账户已经全部被查封，我只能把这些现金还有酒分给大家。欠大家的工资，我纪晓鸥一定会尽快补齐。大家共事一场，是永远的朋友和亲人。只要三分之一还在，这里永远都是你们的家。我有些没办法，是。 我相信严总是无辜的，法律一定会还他清白。我同时也相信，三分之一一定能坚持下来。我留下。我也留下。我留下。我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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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留下。 谢谢大家对严谨的信任。你们放心，只要我纪晓鸥还有一口气在，就一定让三分之一重见光明。来，大家拿一下酒啊，来传一下。喂，什么事儿？